同阿新主持傾下。點啊？阿劉怡，你覺得阿姨件今晚套衫點樣啊？好型啊！不如過兩個禮拜你翻工嘅時候穿件咁樣啊！我哋會好中意嘅。你拿下我啊！冇啊，你穿我都唔買噶。真係？咁不如你又穿啊！好啊，大家一齊穿，睇下邊個蝕底啊！咁睇下個禮拜點樣先算啦。喂，嚟到呢一刻咧，不如我哋又時候公布下一首嘅金曲。好，先請第三個朋友出場先。第三號嘅朋友啊！都是一個佳麗嚟嘅，你點稱呼啊？點稱呼？Karina。Karina， 好，我以為 Karina。唔好意思。Karina， 睇一睇咧，第三首入選啊，歌曲係咩先？少見多掛，黎明。Leon。少見多掛，作曲雷仲德，填詞黃偉文，編曲雷仲德，歌曲監製雷仲德，主唱黎明。個獎咧就可以俾我得㗎啦。Leon臨走講低咧就話我攞都得，唔賣㗎。大家伙唔見咗獎咁點算啊？樂兒唔使咁樣擔心，咁同埋咧 ，Leon 咧就冇話叫你幫佢拎嘅，因為基本上呢個獎咧我已經咧就送到佢手中啦。唔信，我哋一齊睇睇啦！恭喜曬 Leon！ 多謝 Anna， 俾你嘅，多謝曬。循例都跟住説話先啦。多謝曬見過金曲朋友，多謝大家唱呢首《少見多掛》啦，咁好開心啦。咁雖然今日我唔能夠嚟啦參與啲，因為自己本身已經在北京啦，有嘢做啦。咁希望好快喺度同大家再次見面啦。嗱，你咧就唔能夠嚟到啦，不過我知道你有少少心意俾支持你嘅朋友喎。係啊，有份禮物送俾大家。係喺邊度咧？係咩嚟嘅咧？就係呢個，哇！我代接咗先。好啊。究竟係咩嚟嘅咧？少少啦，够啦，够啦，够啦，咩嚟都好啦，我早知啦，再咧系得到呢份礼物嘅朋友咧，多谢晒你哦，多谢晒 Anna， 各位时运高嘅观众们，老礼唔老礼，Karina， 你可唔可以得到啫噃？循例式咧都要問一條問題嘅嗱，呢人咧就拍過咁多個廣告啦，咁亦都創造咗唔少嘅廣告金句啊！咁你是但講一句啊？我係咪好任性啊？你唔係，咁咪點交氣？不過送俾你啦。好啦，今次我哋填詞人咧就幫我哋送啦，多謝曬你。咁唔夠噶，要睇翻咧阿黎明咧嘅演出先夠噶。喜歡過年，因過年永遠促成。喜欢寿神，因寿神永远要等。喜欢路人，因偶然才能热吻。份量未够多，所以动人。或许在每个圣诞日很开心，只因当日特准很放任。每次见你也很开心，仍然像中奖那样庆幸。若是见你少一点，要是一再温柔挂念，再见面自然是十倍奉献。原来日共你又见面，在一起体验初恋怎么触电，相思不断飞得更远。黎明系冇参加到一季嘅季选噶。所以令到啦，佢嘅 fans 有少少可惜。不過唔緊要啊，人未到，但係一個咁精彩嘅 MV 送俾觀眾朋友，亦都令到觀眾朋友咧係感受到黎天王對佢哋嘅關愛，多少係覺得有少少安慰㗎。好啦，跟住嚟出場嘅依位天王啊，都人氣非常之犀利㗎，就係當時嘅人氣小天王陳奕迅啦，都會同觀。